嗱，有文青女神之称嘅袁丽琳呢日就出席圣诞艺术村嘅海舞活动啦。而家仲系学生嘅佢咧，就话嚟紧好想做一位演员。不过佢都唔使点样谂将来啦，因为啲剧已经涌紧埋嚟啦。拍紧ViuTV 三一如三啦，同时亦都准备开始一个新嘅系列《玛嘉烈与大卫》，咁就会拍前导。咁12月圣诞节都会拍电影咁样。《玛嘉烈与大卫》嘅前导。系。即系前传咧，应该系。可以话前传系《玛嘉烈》同埋《大卫》嘅小时版。其实本书就系一个系列。咁當中會綠豆啦、前度蒼蠅同埋仲有一本突然間唔記得，係咪讀埋今年就畢業係啦？係，咁就可以全身投入演員啦。做畢業之後就真係可以全心咁樣投入時間上面。首先就不會那麼多可能 restriction， 即因為現在大家都可能要就我的上學時間，可能我 day off 啊，星期六日這樣先拍攝。那聖誕節會跟朋友過啊？聖誕節都會一定會見面的，是的，會，但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特別聖誕，即我不是特別節日那些叫什麼啊，注重節日，是的，不是特別注重節日的，所以可能都是 casual 吃餐飯或者看看到時有什麼作用。那禮物都要吧？我自己都還有些時間的，好多謝你提醒我，我都會記得的，都會想想。